你别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呢。你放心，高考的时候一定一鸣惊人，绝对保证。别闹了，珊珊，不要！你干嘛？每次见到我就跑，你要相信我，你有危险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 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，喜欢谁就直接说。珊珊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，我陪你一起吧。不知道以后谁这么幸运，会有张宇的女朋友。林美静，你说什么不喜欢我？看你这张胡扯。哎，我说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别来烦我。我要开始追你了，你做好准备。啊，莫名其妙。我呢，今天什么都想，就是不想做题。就你这样，三年下来，你看看哪个学校敢要你？我好久没打架了，你们一起来。来。对付好学生，我有一个妙计。你有本事单挑。是。我不许你靠近冉宇半步。我知道，我对你的喜欢肯定不是错的。这是我的舞台，与他无关。明天是什么样，未来是什么样，我们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18岁不是结束，而是我们故事的起点。